我们到哪里了？伦敦。对，我们到了澳门伦敦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带小月出来又旅游了。我听我的朋友说这个地方很好玩，好玩的地方也多，所以本来计划着我和我的妈妈小月我们三个一起要来的，但是呢我妈妈临时有事儿，她就出差了，在家也是无聊，所以我把小月带到这个地方来玩啦。热不热？这个地方漂亮吗？漂亮，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。不是，还有更漂亮更好玩的地方还有呢，然后宇哥带你去好不好？好吧，来咱们看一下，你看这像不像伦敦？走吧，来牵着宇哥的手，咱们继续去逛啊，走。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，我愿意，我也可以，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。就在一起，看时间流逝，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。我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也平淡也有乐意，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甜蜜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太好看了。好玩吗？我们要不要去坐船？不去了。去吧。不去不去，我不想去了。你上次西湖是不是坐怕了呀？没事的，这个是油滑的，走吧。不去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。那我们再去办吧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是地下世界。地下世界。对。所有的逛东西啊，买东西啊，都是在这里边买的，不是在外面买的。知道吧？走吧，继续逛。走这个桥，我们上桥看一下。做我的跟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，我愿意，真的愿意。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。